瑞光在35年前在高雄加工出口区成立，那时候是200个人。那到现在呢，在瑞光的高雄厂已经有25000位员工在这边工作了。那我们这边的用电量其实也是与日俱增。那我们一年的话用到10亿度的电，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例行怎么样把我们用电能够节省，让我们的每一度电都能够用在有用的产能上面。日月光节能推动的思维是由点到面，从细节出发。我们使用大数据分析的方法，智能工厂控管的管理模式，使我们的冰机节能系统时时保持在最佳状态，减少不必要的浪费。在智能工厂，我们还有另外一项节能措施，我们透过大数据的收集，将温湿度以及落尘的数量做资料上的收集分析，将 FFU 的作业数量及换气次数调整在最佳的作业状态，这是我们的另外一项 FFU 调整的特色。节电这个事情现在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事情，日月光在这个议题上面绝对不要落后。那么我们现在也设定了我们的目标是每年至少能够节电2%，我们也继续秉持着低碳使命、循环再生、社会共荣、价值共创这理念来继续我们的经营。